公主，快坐。这是我们将军夫人的座。哎，没事没事，都是自己人，坐吧。夫人。哎，小聪，再去拿一副碗筷来。是。公主，快尝尝。啊，将军呢，体贴公主舟车劳顿，特意安排此宴，以解公主疲乏。夫人请用。啊，公主请用，公主用。一会儿碗筷来了，我自己回家。夫人，这可是将军寻来的上等血宴，还吩咐大家谁都不能碰，专供咱们夫人享用。公主，快快尝一尝，平日府里啊，绝无此类上等佳肴，只因公主到来，将军特意准备。那我再去给夫人炖一盅。对，照夫人所言，本将军搁置公务在此用餐，完全就是为了九公主而为。正是，若非公主到来啊，平日我们都不曾同桌用餐的。啊，有劳将军了。将军公务要紧，切不可耽误正事。将军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九公主初来乍到，还是好好吃一顿饭吧。我吃饱了。哎，没事，他这人就是这样，平时吃的特别少，我们吃我们吃。来，公主尝尝这个菜，特别好吃。将军，哎，你既然都已经知道是锦爷的试探，你干嘛还这么生气啊？再怎么试探，也不至于把本将军往公主那儿推吧。那锦爷怎么说？他可真是胸怀四海，让贤让德，都要把自己的夫君让出去。倘若锦儿再如此这般，别怪本将军要撒撒脾气了。此差乃九公主为蹴鞠比赛特意捐出奖赏之物，倘若有情郎将此物送与爱慕之人，必情定三生，赢比赛者得此玉钗。蹴鞠比赛正式开始。不要不要。守的大魔王，甩
得一塌糊涂，一败涂地啊！旗开得胜，拔得头筹，此物归将军所有。恭喜将军！好，将军好厉害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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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愧是将军，好，不愧是将军，好，好。此簪子。甚是漂亮！飘飘飘飘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夫人说甚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啊，喜欢喜欢，公主之物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？这么漂亮的簪子，只有公主能配得上。那夫人的意思是，我要归还给九公主了？对啊对啊，快去还给公主！你赢了比赛，怎么还能拿人家东西呢？快去快去快去！你若真不要，我可还真就给九公主了。快去还给人家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去，快点啊！将军不可。公主先拿着。公主莫动，此簪子果然还是与公主最配啊。九公主，锦姐姐，公主莫怕，按照我多年的经验，私奔一事，势在必得。公主已经按照我的计划，顺利安顿在将军府，糊弄住了皇上，为我们下一步的计划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那此番之后，姐姐有何良方？私奔定是需要许多银两的，
可是锦衣玉食的日子我并不稀罕，我只愿与他粗茶淡饭，相伴相依，永不分离。哎呦，公主，你自小生活在皇宫，尚不知这柴米油盐贵。俗话说得好，三分钱难倒英雄好汉。你若是与你家情郎私奔，这吃喝用度都是需要不少开销的。那到底需要多少金银细软？姐姐你帮我算一算。这说了你也没数，总之就是很多。那该怎么办？这笔钱啊，定是要找个人出的。谁？皇上。父皇？对，你速速向皇上请款，就说这将军府陈设太过陈旧，你居住不适，急需银两来修缮。哦，来，快看看这个亭子，这亭子全部都不要了，这个亭子全部都拆掉。记一下。这个到这最上面，这个都量一下。好。哎，这桌子我也不要了，这桌子不要了，多少钱？20万。不行，太贵了。你看一下。我看看。来，在这看看。这个也20万，哎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走走走，你们跟我进去看看。将军，我怎么越发的糊涂了？夫人她有话直说。夫人她不会真的是为了钱财才嫁给将军的吧？这亭子全部都不要了，这个多少钱？还有那，还有那。不行不行不行。数额很大吗？是的，枉我对夫人敬仰爱戴，倘若她真的是为了这些金银俗物，岂不是辜负了你一片真心啊？钱财傍身，并无过错。或许他另有苦衷吧。赤诚的真爱才是这纷扰世间最珍贵之物。这炙热的真心不要，却要去换那些金银。本将军早已对景儿着了魔，他爱钱也罢，爱财也罢，就算不爱我，只要还要我，便心满意足了。罢了，不说这些。是将军，让萧素暗中回京，摸九公主底细的事还要进行吗？继续。对了，你私下摸查一下夫人所接触的那几个工匠，看有何蛛丝马迹可寻，我要知道夫人敛财的目的。嗯，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